都准备好了，囚犯呢？ 就是他，这老人，他能造成什么威胁，还得流放到孤岛来。罗马那些长官疯了吗？说话小心点，提多。 说吧，为什么带他来？ 我们的主基督是真神。什么？只有主基督是真神。耶稣基督才是真神。但是罗马皇帝却自称他是神。所以呢？只有一位真神，只有一个主，就是我侍奉的上帝。他拒绝承认皇帝是神，就把他送到荒岛来监禁。为什么不干脆处死他？他们试过了。 可是都没把他弄死。<笑>这话什么意思？是真的，这老头总是能熬过去。他是基督徒，很有影响力，煽动群众跟随他所谓的救世主。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。我们先警告，再用监禁，最后让他下油锅。下油锅？ 对，但是问题就在这里，都没用，他还是没死。胡说八道！不然，我送他来做什么？他死都不肯背叛他那个耶稣基督，还坚持说他是救主。我怎么能不说？耶稣的死是为我，为你，为他，为世上的每一个人。 他为世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，让我们能够亲近上帝。他从死里复活，如今永远活着，所以我们都是他的见证人。他的话语带来生命和喜乐。我能隐藏这个美好的事实不说吗？告诉你们，我做不到。<笑>不过你这么嘴硬，并没有得到任何好处，老顽固。你的主。 没有救你脱离苦难，让你安享晚年呢，对吧，波罗？你是个士兵吧？没错，老头，我效忠罗马帝国，而且永远忠心。那么，你知道捍卫自己所信仰的真理是什么意思吗？我为基督戴上枷锁，就算被流放荒岛，也觉得很光荣。而你呢？ 为这个帝国尽忠，觉得光荣吗？说到你痛处了，提多。说的没错，他疯了。但你怎么知道啊，老头？怎么确信这个耶稣他是什么称号？上帝的儿子。因为我亲眼看见。 从很早以前就有许多征兆，也有预言说，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，看哪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并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，意思是上帝与我们同在。童女生子，童女生子，哈哈哈哈，这是不可能的事，在上帝凡事都能。 上帝差派天使到加利利的拿撒勒城，来找这个童女。你是蒙大恩的女子，玛利亚。什么？你是谁？不要害怕，玛利亚，你已经蒙上帝拣选了。你要怀孕生下一个儿子，可以给他起名叫。 耶稣，他要伟大，成为至高者的儿子。他的国度没有穷尽。但是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我还没有出嫁呢。圣灵要降临到你身上，
所生的圣者必称为上帝的儿子。预言果然实现，这个孩子诞生了。她的丈夫是个木匠，名叫约瑟，是一个义人，上帝拣选他当他们的守护者。但是有人想杀这个孩子，四处搜捕他。玛利亚，快点，我们得离开这里。约瑟。怎么了？你在做什么？孩子，孩子有危险了。他们都只是孩子，有什么差别吗？我是以色列的王，我是犹太人的王，我绝对不跟别人共享我的王国。但那只是预言而已，很可能不是真的。预言怎么说的？犹大帝的伯利恒啊，你在犹大诸神中不是最小的，将来有一位君王要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。你看伯利恒上方的那颗星，几个博士们都说那是宣告犹太人的王诞生了。我绝对不冒这个风险。我才是犹太人的王，我绝对不准任何人来做我的王位，听到了没有？谁都不准。乖乖，我的小耶稣，动作快。两岁以下的男婴全都杀了，一个活口都不能留。他们一家三口逃到埃及住下来，一直到希律王死去之后，他们回到以色列，耶稣与父母同住，30岁出来传道。施洗约翰这个人，他到底是什么角色？我们可要好好观察，回去再报告大祭司。一群无知的百姓为这个狂人成何体统？他们应该到圣殿敬拜，而不是跟这个疯子在一起。悔改吧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，预备主的道。你看，他们又来了安德烈，看来又要问同样的问题了。帮帮我们，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得救呢？悔改，如果你想寻求救赎，就要照经上说的去做。预备主的道，修直他的路。怎样才能得救？当然是遵守摩西的律法。毒蛇的种类，悔改吧。叫我们悔改？你说什么？我们法利赛人遵守摩西律法，守得比你们这群人都还要严格，有什么好悔改的？别以为有亚伯拉罕做你们的祖宗，上帝就会接纳你们。我告诉你们好了，上帝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。够了，你就老实说吧，你自以为是基督弥赛亚，是上帝差派来的救世主吗？我是那在旷野呼喊的人声，预备主的道。我现在是用水给你们施洗，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，我
就是连给他解鞋带也不配。我用水给你们施洗，但是他要用。用圣灵与火为你们施洗。我们受够了，这是一堆废话。你来受我的洗吗，耶稣？不行，应该是你为我施洗才对。暂且这样做吧，我们理当这样履行主办的意义。受洗之后，独自一人退到旷野，进食祷告。他的身体变得虚弱，因为40天没有进食了，但是他的灵还是很坚定。耶稣，哦，耶稣，40天都没吃，真了不起。你看，好吃吗？你若是上帝的儿子，就把这些石头变成食物，好好吃个痛快，你的胃就不会再饥饿了。还等什么呢？经上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愚蠢！好，你若是上帝的儿子，可以跳下去，看看上帝会不会救你。经上不是说，主要吩咐使者用手托着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吗？经上也说，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。我可以把世上万物全都赐给你，只要你愿意跪下来敬拜我，跪下拜我，我就给你千军万马，让你成为君王。不，退去吧，撒旦！我只敬拜主我的上帝，我也单单侍奉他。做快，把网撒下去。真是白忙了，出海一整夜了，一整夜，结果什么都没有抓到。哦，脾气上来了，再深一下西门，很快就要回家睡觉了。我的床都被税吏搬走了，哪还有床睡啊？西门，人手不够，那两个家伙这会儿又不见人影。雅各，西门，你们一定不会相信的。来的可真是时候哦，忘了我们得捕鱼吗，小兄弟？我知道，雅哥，我们迟到是有原因的。最好是有，我们找到他了。找到谁？弥赛亚。弥赛亚？
世袭约翰要我们跟从他，我们就跟从他了，还跟他说了好多话。对啊，一整晚。一整晚？说错话喽。一整晚？我们都忙不过来了，你们两个不但没做事，还浪费时间在……你是谁啊？你是谁？耶稣。就是他，就是我们说的那位弥赛亚，拿撒勒人耶稣。冷静点，西门。弥赛亚？我们期待已久的弥赛亚？一个穷酸的拿撒勒人？是真的，西门。把船开出去。什么？做什么？你想捕鱼不是吗？为什么听你的？我们忙了一整夜，什么都没打着。我快点，西门，雅各，试一试也没损失啊。都已经忙了一整夜了，走就走，看看他耍什么花样。哎，好吧，让你们早点死了这条心。下个礼拜换你们两个来捕鱼。就在这里下网。简直是浪费时间，真没意思。抓到鱼再叫我。西门，西门，你看，快过来看啊！嘿。快呀，过来帮忙。鱼太多了，网子快破掉了，叫其他船来帮忙。船，找其他船过来。主啊，主啊。这是我们收获最多的一次，这次赚大喽！啊，这是二舍客了，啊，那要三舍客了。拉比，拜托，请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不要怕，西门彼得，跟从我吧。什么意思啊？跟从我，彼得。你们也是来跟从我，我要让你们得人如得鱼。你是说现在？没错，彼得。但这是我们最丰收的一次。从今以后你们要得人。这样走掉，生意怎么做？不做了。哎，等等我！
这是西门彼得家吗？拿撒勒人耶稣是不是在里面？对对，但是已经都挤满人了。我听说过他的神迹，捕鱼大丰收，还把水变成酒。没错没错，我也听说了，他还救了一个被鬼附身的年轻人。是真的，真的是神迹，我当时在场，我亲眼看见的。而且我还听说他治好西门的岳母，可怜的女人久病在床，结果你自己看，他现在可以跟大家一起听到呢。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，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真的吗？只要求？是的，只要求就会得着。不不，什么？怎么回事？你在做什么？屋顶竟然毁了我的屋顶！救救我，请救救我，请你救救我。求求你，我已经瘫痪很久了，请你救救我。拉比，拉比，我们听说你能施行神迹，能不能想办法帮帮他，救救他？好了好了，拉比又能做什么？把他带回家去。求求你，拉比，我知道上帝听你的祷告。老师，拜托你了。放心吧，你的罪都得赦免了。什么意思啊？他的罪得赦免？怎么可能？什么意思啊？真是亵渎上帝，只有上帝才可以赦罪。真是僭越，太狂妄了。真的是这样吗？你们说哪一件事比较容易？是说你的罪得赦免了，还是说起来行走？你们要知道，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。起来，拿着你的褥子回家去吧。亵渎了上帝，亵渎了上帝！但是你也看到了，你也在场。他治好瘫痪的人，这并不代表什么。就算他能把病人治好，但是除了上帝，谁都没有权利赦免人的罪。太奇妙了！赦免那个人的罪，这真惨啊！真是太神奇了。日期满了。神的国近了，你们来吧，来信福音，罪就得到赦免，大家都能有这个福气。福音是给每一个人的。拿来拿来，我没那么多时间，我家就只剩这些钱了，你能不能？不能通融，别想跟我赖账，我不答应。把钱交出来。我家真的没钱了。拿来啊。这还差不多。那是。
那是我的。那个人是税吏马太，专为罗马政府收税的。哼，当然自己也捞了不少油水。有些人好像不太喜欢你。嗯，或许吧，但也有些人不会讨厌我。哎，马太，再来点酒啊！你喝的够多了。夫子，我们走，别跟这样的人有牵扯。别人会说闲话，你要小心。等一下，你是大家所说的那个新先知是吗？拿撒勒人耶稣。你不要碰他。看看你，他都没说话了。我知道你是谁，我看过你医治瘫痪的人。你还说到罪得赦免，我相信你是上帝差来的。那你就跟从我吧。马太要去跟从圣人。他们说的对，拉比，我并不是，我不是个好人。我不在乎你的过去。来吧，马太，来跟从我。你怎么看这件事？你忘了吗，西门？耶稣要我们撒网捕鱼，果然得了大丰收。他说我们要得人如得鱼。得人？对啊，得人包括你和我，渔夫，甚至税吏，每个人都要得救。一切都不一样了，西门，生命重新有了盼望。耶稣不断行神迹，医治生病和瘸腿的人，这就应验了预言所说的：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膏膏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差遣我医治伤心的人，宣告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，报告上帝悦纳人的喜悦。帮帮我，我是个瞎子，求求你可怜我吧。什么？你在做什么？你在做什么？我看见了，我看见了，我看见了！真的，我能看见了。好，我骗了。他绝对是个麻烦人物，是个祸害。没错，他居然跟低俗的税吏还有妓女做朋友，还说要赦免这些人的罪，根本是亵渎上帝，不用怀疑。那么我们还等什么呢？身为摩西律法的守护者，所以我们有责任要阻止这一切，要采取行动才行。但是大家都看到神迹了，他医治生病的人，甚至叫死人复活。真是够了，才说他医好生病的孩子，现在又说他能叫死人复活，这些根本都是谣言，太荒唐了。但是就在今天，一个瞎眼的人得了医治，就在这座圣殿里。这种事不可信吧？我们怎么知道那些所谓的神迹是真还是假？好吧。尼哥底母大人，人
带来了，真是个神机，神机啊！我告诉你，我控制了。你把这些人带到这里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请给我一点时间，先别急。告诉我，他是你的儿子吗？是的，是的。他生来就瞎眼吗？完全瞎眼。那为什么他现在看得见了？我们不清楚，他成年了，我看你们直接问他吧。我看见了，我看见了。你有什么话想说？我能看见了，我能看见了。那个人，那个先知，他医治了我。他真是够了！如果你眼睛不明，表示这是上帝把你医好的，不是你们说的这个人，他只是一个罪人。罪人？他到底是不是罪人？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，我本来是瞎眼，但是现在我看得见了。你说是他？那他是怎么办到的？我不知道，但是我想应该找得到他。你们也想当他的门徒吗？出去。你们想当他的门徒，但我们可不想，我们只尊崇摩西。至于这个人，我们甚至不知道他的来历。对呀，很厉害吧？连你也不知道他是谁？你们听说过生来瞎眼的还能重见光明吗？告诉你，是他医治了我。如果他不是上帝派来的，绝对做不到。你活在瞎眼的罪孽中，还敢教训我们？出去，把他赶出会堂！出去！我能看见了，这是神迹！我看得到蓝天，看得到白云，还有那些鸟，我都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！他整夜都在那里吗？没错，在祷告。你会怀念吗？怀念什么？船呢？加利利。有一点，是还挺想家的，只是不想念老婆的菜。他做的菜不怎么好吃。但是船，对，还真是想念那自由宽广的大海。那等我们回去的时候，就好好珍惜。我们不回头了，我们都知道一切都不一样了。我们不回头了，这是上帝的旨意。我要派遣你们出去，你们这12个人，2个人一组，要去传讲天国的福音。你们要随走随传，宣告天国已经近了。主啊，我们放下一切来跟从你。没错，彼得，你们每个人都付了代价。任何人要是撇下房屋、弟兄姐妹、父亲母亲、妻子儿女或田地，为我的名传扬福音，必定要得着百倍。虽然也会受逼迫，但在来世必得永生。你们要去医治病人，洁净大麻风，让死人复活，替人赶鬼。你们白白得来，也要白白舍去。你们去就像羊进入狼群，所以要灵巧像蛇，寻良像鸽子。有许多人会逼迫你们，凡在人面前认我的，我在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；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，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。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，
为我失丧生命的，将要得着生命。谁接待你们，就是接待我；接待我，就是接待差我来的天父。于是，我们就两人一组，遵照他的吩咐，到处传讲耶稣的信息。许多人都欢喜地领受福音，只有少数人例外。加利利、迪加波里、耶路撒冷，甚至约旦河外，简直全世界的人都去跟随拿撒勒人耶稣了。你现在才发现吗？到底我们该怎么处理？我在想了。我们总不能不去处理吧？主人谢了。什么谢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你没看到我们正在讲事情吗？什么事啊？很抱歉打扰你们，但是一群人抓到一名妇女，他们说抓到这个妇人行淫，要带她来这里。那又怎么样？你知道律法，告诉大家用石头打死她。遵命。现在我们该拿这个耶稣怎么办？他把我们的信徒都带走，离开我们了。等等，你回来。你要去哪里啊？这是非同小可。那个淫妇，把她带来跟我们走。你想做什么？拜托你安静一下，我有个主意，快走。你们的心就必得享安息，因为我的恶是容易。真的，这么做的用意是什么？耶稣不是开了瞎子的眼睛吗？我们也来开瞎子的眼睛。跟随他的人都是瞎了眼。让开，别挡路，给我让开。拉比，这个女人被抓到的时候正在行淫，像这种行为在摩西律法上吩咐我们，这样的女人要用石头打死。拉比，该怎么处置？你们中间谁没有罪的，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。谁指控你？没有人要定你的罪吗？没有了，主。那我也不定你的罪。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了。感谢主。你怎么看这件事？怎么看这件事？你看看，他赦免他的罪，妇人的心就得到平安，完全变成另一个人了。你和我们见证了神迹，一个破碎的生命得以完全，真不简单。我要亲自去请教这个人。
尼格迪姆大人，我想来见拉比，向他请教。拉比，我相信你是从上帝那里来的师父，因为这些神迹，要不是有上帝同在，没有人能行。我看见上帝的大能，在你和门徒的心中。我实在告诉你，一个人如果没有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。但是，人已经老了，怎么能重生呢？人的肉身是父母生的，人的灵命是从圣灵生的。但是，怎么能有这样的事呢？你身为以色列人的教师，连这一点都不明白吗？你必须重生，心灵要更新。所以说他是师父，医治病患跟破碎心灵，听起来是这样。就连宗教领袖、律法教师都要来寻求他的意见。耶稣的声名远播，很多人从各处来听他的讲道，他们的心灵和肚腹都得到饱足。他喂饱人的身心。有一次经过长途跋涉之后，耶稣用五个饼和两条鱼就喂饱了5000多人。5000人？没错，还有一次是3000多人。从此之后，大家都希望他能做以色列的王。这真的是我们所等待的那位先知啊！不然怎么能行神迹呢？而且说话这么有权柄。他是弥赛亚，以色列的王。他是我们等待已久的救世主耶稣。有的门徒听见这话，觉得很有道理。以色列的王，主啊，前往耶路撒冷吧，到处都是爱戴你的人。是的，我们要去耶路撒冷。太好了，到那里，我必须受许多的苦。我会受长老、祭司长和律法司的逼迫。那不行。在那里，我必须受死。不行，不行。死后第三天，我会从死里复活。门徒都不希望听到这样的消息。有些人以为耶稣要建立一个地上的王国，其实耶稣有另一个使命。你们中间谁愿为大，就必做你们的用人；谁愿为少，就必做你们的仆人。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有人惊讶，有人难过，也有人很不高兴。耶稣传讲的道理对许多人来说越来越刺耳了。要爱你们的仇敌，恨你的要待他好。你们来跟从我是因为吃饼吃鱼得饱，但是不要为必坏的食物劳力，要为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，就是我要赐给你们的。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，人若吃这粮，就必永远活着。我所要赐的粮，就是我的肉，这是为世人生命所赐的。有些人听了就离开他，因为他们想要的是地上的王。他们开始拒绝耶稣的教导。就算12门徒里也有人被撒旦引诱，为自己的利益出卖耶稣。
安排好了？好了。这是30两银子。放心吧，我会把耶稣交给你的。我们要小心一点，耶稣是很受民众爱戴的。我们得想个办法，让爱戴他的信徒背叛他。他是谁？是耶稣，拿撒勒人耶稣。新生记的那位。无法无天，他一来就引起骚动。而且民心大受鼓动，再这样动荡下去，整个局面会失控的。哎，这不值这些钱吧？要买不买随便你。太夸张了吧？这根本不值2个铜板。你听到了，不付钱没鸽子。不能赎罪，你自己想想。下一个，我们得拿出行动，而且要快。但是我自己带2只鸽子了，我买不起啊。我告诉你，圣殿里只接受这里卖的动物。为什么？因为法利赛人这么交代的，就是这样。快付钱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要这样？不要让我付的店当做买卖的地方，这是祷告的店。我的钱，我的钱，拿走，全部拿出去。你们怎么可以在圣殿里赚这种钱？你们就不怕上帝吗？全部拿出去！住手！住手！这是怎么一回事？怎么回事？经上说，我的殿应当是祷告的殿，但是你……你却使他成了贼窝了！不要！拿撒勒人耶稣，你凭什么权柄这么做？凭什么？拆毁这座圣殿，我3日内要再重建起来。什么？这圣殿花了46年才建造完成，而你3日内就想重建，真是疯了！你们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，假冒为善的人，你们就像粉饰的坟墓，外面虽然好看，但是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污蔑。你们有祸了，用自己定的律法把天国的门关了，就是连自己也进不去，也无法做到上帝律法中最重要的公义、怜悯和信实。哦，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，你常杀害先知，又用石头打死奉差遣来的人。我多次愿意狙击你的儿女，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，只是你们不愿意。
不像话，他无法无天了，对我们的权柄是一种威胁。要有所行动，我们的姑息纵容了耶稣，难道要眼睁睁看他把我们的信徒都骗走吗？但是他的教导跟我们并没有任何冲突的地方啊。我同意，他的教导很纯正。纯正？你看到今天的骚动了吗？我们必须承认，祭物拿到圣殿来卖本来就不对，民众对这件事的不满已经不是一两天的事情了。就算是，但他今天来破坏圣殿，接下来会做出什么事啊？再说，我有没有听错？他称呼自己犹太人的王？大差一下，该亚法，那是跟随他的人给他的称号。无论如何，他没有否认，就等于是犯了叛乱之罪。各位好好的考虑一下，与其最后失去整个国家，不如只牺牲一个人，让他死。我同意，盖亚法。我也同意，拿撒勒人耶稣只会给我们以色列人带来伤害，非得铲除他不可。这件事越快处理越好。自从圣殿的事发生之后，我们就不知道他的下落。但是，我相信我有办法可以把他找出来。那就快去办吧。主啊，不行！洗脚是仆人的工作，不是你的。西门彼得，你称我为主，你说的没错，我本来就是。我是你们的主和夫子，尚且洗你们的脚，你们也当彼此洗脚。我给你们做了榜样，叫你们照着我示范的去做，这样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。你们应当彼此相爱。我很高兴能和你们共度这段时间。主啊，怎么了？你们中间有人将会出卖我。主啊，是谁？是我吗？我拿饼给他的那个人，他会出卖我。你想要做的事情，快去做吧。你们拿去吃，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剥开的。这是我的血，为多人流出来，使你们的罪得到赦免。
快说，他在哪里？今夜，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，因为经上说，我要击打牧人，羊就分散了。但我复活以后，会在你们之前往加利利去。就算众人为你的缘故跌倒，我却永不跌倒，绝不。彼得，撒旦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，但我已经为你祈求，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。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。主啊，我愿意跟你一起死。彼得，清晨鸡叫以前，你会三次说你不认得我。不会的，不会的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求你帮我把这苦杯拿走，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成就你的旨意。主耶稣，时候到了，出卖我的人就要来了。发生什么事了？犹大，发生什么事了？犹大，等一下，这些士兵来做什么？拉比，犹大，你用亲嘴的暗号出卖我吗？这是怎么回事？主啊，不要！你们要找谁？拿撒勒人耶稣。我就是。你们这些官兵拿着刀棒来抓我，像抓强盗一样吗？我天天坐在店里教导人，你们并没有下手。现在圣经的预言应验。等一下，放开他，不要抓他，放开他，让他走。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行。彼得，放开他，放开我，把刀收起来。难道我不能祈求天父现在就为我差十二营天使来吗？上帝医治你。耶稣，耶稣！耶稣，耶稣！
在这里等。你要去哪里？去看现在情况到底怎么样。云汉，云汉，这些指控有什么要辩解的吗？说，有什么要说的？快说，认罪吧！回大祭司的话。我向来都是公开说话，在会堂里，在圣殿里，我从来没有暗地说过什么。你为什么要问我？可以问那些听见的人。耶稣，你用这样的话回答大祭司吗？如果犯错了，你告诉我。如果我说的对，你为什么要打我？该牙法，够了，够了。我看就直接说重点好了。这里有一些人，他们指控你犯了重罪。他们说你，说你自称是上帝的儿子，快说！快点回答！是不是？快说！这几天都是骗子，你不骗人干嘛？老实回答我，你是基督，永生上帝的儿子吗？你说的是。从今以后，你们要看清我坐在全能上帝的右边，驾着天上的云降临。安静，安静！已经不必再进一步求证了，这健忘的话你们都听见了，大家说该怎么办？等等，你不是他的门徒吗？不是，我不是。你是啊，你跟他是同伙的，我很确定。你认错人了。没错，你是加利利人，你是耶稣的门徒。我看到你跟他在克西马尼园里。跟你说了，我不认识这个人，我发誓，我不认识他。
律法清楚的规定，唯一死刑。但是按照罗马法律，犹太人无权判处任何人死刑。只有罗马政府可以判，把他交给比拉多吧。大人，求求你，我要跟你谈谈，我一定要跟你谈谈。没关系，放开他。我买了无辜之人的血。这还给你，拿去。我买了无辜人的血，有罪了。那又不干我们的事。我有罪了。他被押到比拉多那里，马上就要宣判了。我要见他，带我去。你们带这个人来，说他违反了律法，但我审问之后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，偏偏你们又坚持要定他的罪，所以他必须接受刑罚。38，39，40，放他下来，带过来，比拉多要见他。等一下，不要忘了他的王冠。看哪，这个人。到底做了什么，让他们这么恨你？按照惯例，每逢这个节期，要释放一个囚犯。你们要释放谁？要不要我放了这一个，称为基督的耶稣？耶稣？还是要放巴拉巴？说巴拉巴，法利赛人要你们大喊巴拉巴，释放巴拉巴，记住，这是法利赛人的意思。你们快说，要我释放哪一个？巴拉巴，巴拉巴，放了巴拉巴，释放巴拉巴，释放巴拉巴，巴拉巴，巴拉巴，那这个人呢？
这个叫做耶稣基督的人该怎么处置？钉他十字架。不行啊！理由呢？他犯了什么罪？他究竟犯了什么罪？犹太人有律法，按照这律法他是该死的，因为他自称是上帝的儿子。神人，神人，耶稣，神人，他是神人，耶稣，神人。你是哪里人？你不想为你自己辩解一下吗？难道你不知道我有权柄释放你或让你钉十字架吗？我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，你就毫无权柄办我，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个人罪更重。告诉你们，我查不出来他究竟有什么罪。他自称自己是王，所以呢，只有罗马皇帝是我们的王。你们应该也都知道，如果承认耶稣是王，就是犯了叛乱罪。你们承担这罪吧，流着一人的血，罪不在我，因为我无法定他的罪。流这个一人的血与我无关，由你们去吧。他的血归到我们跟我们的子孙身上。记着说，他被蔑视，被人厌弃，多受痛苦，常经忧患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，被上帝击打，苦待。其实他是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我们都如同羊迷失了，个人偏行己路，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他能救别人，却不能救自己。如果他现在从十字架上下来，我们就信他。让我们看看上帝要不要来救他，他不是自称是上帝的儿子吗？父王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。不是说你是基督吗？快救救你自己跟我们吧。安静，难道你不怕上帝吗？都什么时候了，我们是罪犯，死不足惜，但是这个人从来没有犯罪，完全没有。
耶稣，你的国降临时，求你纪念我。我实在告诉你，今日你要跟我一同在乐园里了。他在十字架上受苦3个小时，到了正午，奇怪的事发生了，全地一片黑暗，整整又是3个小时。母亲，这是你的儿子，这是你的母亲。父啊，父啊，为什么，为什么离弃我？父啊，这事成了。父啊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。他断气的时候，大地震动，磐石崩裂，圣殿里的幔子裂为两半。这个人真的是上帝的儿子。那个诱惑人的耶稣，活着的时候曾经说过，死后3天我要复活。为了避免更多的骗局，坟墓务必看守妥当，而且要封好，避免他的门徒来把他的尸体偷走，然后告诉百姓说他从死里复活了。去吧，尽你们所能的看守妥当。3天了，你说很多次了，花3天看守这个坟墓，所有死人都不用看守，唯独这个，唯独这个要看守，还不是因为那些愚蠢的传言说什么他会活过来？你听说过死人会复活的吗？所以我们才要好好看守啊，免得他的门徒偷走尸体，骗说他复活了。好了，别抱怨了。死人当然不可能复活。怎么回事？地在动，地震吧。我哪知道？又睡不着了？你需要睡一下。我需要平安。我们认他约翰，我让他失望。我们都太害怕了。真希望有机会告诉他我有多懊悔，但愿有机会。没人知道我们在这里吗？对呀，我去看看。
雅各，别开门。玛利亚，我看见了。谁？主耶稣，我看到他了，他还活着。什么？他复活了，他从死里复活了。耶稣确实复活了，他已经不在坟墓里了。怎么可能？坟墓是空的，裹尸布还在，但是没有尸体。耶稣复活了。就在那一天，他向他的门徒显现。多玛，我们看见主了，还跟他说话。我说过了，我不相信，除非我看见他手上的钉痕，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，不然我不相信。愿你们平安。我伸过你的指头来，摸我的手，伸出你的手来，探入我的肋旁。不要疑惑，总要信。我的主，我的上帝啊！多玛，你因为看见了我才相信，那没有看见就相信的有福了。西门彼得，你爱我吗？主啊，你已经问我三次了，你是无所不知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喂养我的小羊。西门彼得，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腰带随意往来，但是你年老的时候，你要伸出手来，别人要把你绑着，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。你愿意去吗？你愿意为我去吗？我愿意，主，无论你要我去哪里我都愿意，我愿意全心全意跟随。那约翰呢，主，他将来如何？别担心约翰，如果我要他活着等到我来的时候，又与你何干？你只管跟从我吧。所以那个门徒暂时是不会死的，至少他不会死在敌人手中。的确如此。是你？没错，其他的门徒都先后殉道了，每一位都带着耶稣的福音到邻国去，让世人都能认识上帝，他们也因此为主牺牲了生命。我是十二个使徒中仅存的，我为耶稣一切的作为、神迹，还有他的爱和信息做见证。你们要往普天下去，传福音给万民听，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，我也会爱他，并且要住在他的心中。要记住，我会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所以你们看，我怎么能够否认亲眼看到的一切？又怎么能否认我所知道的真相？耶稣基督确实是上帝的儿子，他的死洗净了世人的罪，包括我的罪，还有你们的罪。死后他也复活了。现在听完了他的故事，你们愿意相信他吗？